我们这时候就走了，来 go。他先盘旋嘛，高低中生长嘛。go。还没有要落嘛，高低中生长而已嘛，对不对？好 ，OK， 赶快走。
兵，靠什么靠？喂，幺三，靠！青豹头号粉丝，赞！村长，跟你请教一下，刚刚就是那个听直升机这个伤患后送的这个动作，这个超远动作有没有什么难度在？因为像我们这个动作，我们称为 TCCC， 那就是战伤急救。那战伤急救我们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火下作业，那第二个阶段是在远离敌火的时候来实施伤患的照顾救护，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如同我们刚刚影片在拍摄最后一段，就是做人员的伤患后送。到医疗的处置，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程序。那平常这个训练的过程大概要训练多久时间才可以这么完美的呈现？基本上我们这个训练必须要结合我们的 SUT， 就是小部队战斗的一个基本的基础。那有了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建构之上呢，那结合我们战伤急救的课程，包含人员必须要完成我们的初级救护员，甚至中级救护员到高级救护员的程度，然后来达成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能量。那我们现在目前特战部队也积极在架构我们的伤患的那个照顾的能力，就以我们特务营为例，就每六个人就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ENT1 的一个合格人员，那可以在我们实际战术过程当中，如果弟兄发生了一些危安，或者是必须要做心理的生理的一些评估，可以及时的做反应做处置。那关于这个21天的行军，你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哪里？这21天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必须要再来一下。可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笑，还是你在直播？没有。这21天，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考验官兵的意志力，以及他的对于困苦的
挫折的忍受力。在这几天当中，我不断的发现我们的弟兄，他即便是脚起了水泡，他甚至有身体的不舒服，生理的不舒适，他还是在大家的喝彩当中咬起牙关，然后呢继续的往前行，继续的完成他应该做的战术动作，而不会因为个人的想要自己的舒适而让整个团队任务导致不能够遂行的一个局面。请问老师，这是第一次看到我们陆军的直升机在这边降落吗？对，这是第一次啊。所以之前有看过类似的演训场面或画面吗？没有，只在电视上看。那老师对于这次的那个很多官兵在这边演习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想法？觉得很特别很新奇，当然听到那个声音会有点害怕，但是看到我们国军这样子那么有精神的这样子做演习，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真的是有希望的，我们人民感觉很有安全感。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中华民国陆军战，哥哥姐姐加油！拜拜，支持全民国防，支持国军哈，谢谢，中华民国战，中华民国陆军战。